北京第一肥，骆驼都砸死。各位，人人都叫我做北京第一肥，鬼咩？我得个十岁人仔就重341磅，每餐都要食3碗饭。唉，人肥除件衫都麻烦过人噶，就连旧年去骑骆驼，骆驼都俾我砸亲，阿妈都冇眼睇啊！见我每年都肥33磅，又开始有脂肪肝，关节都变晒形，于是就带我去医院用针灸、中药同食疗减肥，10日就减到15磅，将来减肥成功，我最想骑骆驼同做厨师。